很舍不得你啊，毛毛。哎，疼疼疼！来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我听说了，大雅姐跟毛毛奇被国家队选走了。我以为你听了这个消息会难过呢。我有什么可难过的？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迟早也会被国家队选走。倒是大侠姐，之前她说要退役，害我还担心了好一阵呢。江天支持她，他们俩感情一直很稳定，她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所以你不觉得，好的感情，都是前进路上最好的助力吗？教练，我对你……你再说，三天不许训练。那你……好吧。好啊，好啊，真好。进国家队是好事儿，是光荣。去了以后一定好好努力训练，早日为国争光。哦，这场面也是万万没有想到。正常，高教练没高兴的晕过去，只是哭一哭，已经算是很冷静了。你是南大的骄傲。那我进了国家队，你也会这样哭着抱我吗？加油！教练，好，训练吧。恭喜啊！作为师哥，今天叫上跳高队的人，请毛毛吃个饭吧，算是送别，也算是祝贺。我现在又不是跳高队的。行，那我们去，不带你。那不行，我又没说我不去。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这个牛肉面吧。去国家队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师哥，干什么？师哥，我舍不得你。哎，行了，起开，又不是见不着了，起开。罗教练，哎，我也舍不得你。哎，好，哎，可以。我也舍不得你。哎，可以了。我也舍不得你啊，毛毛。哎，疼，哎，行，可以。哎，别，哎。